看完南庙宫，来看到这溪湖镇的福德宫，这明仔早起将要免费来赠送200粒红圆给这信众。这庙方人员表示讲哦，因为这庙内这香炉伤过细啊，将伫这明仔要举行这换炉考期，以此希望分送这红圆给将来信众。除了讲敬上圣旨以外，也会当来吃平安。庙方人员手内底捧着这挂红衣啊，将会伫明仔发放2000粒，予将来信众来分享。庙方人员表示，今日福德宫免费送了2000粒红衣啊，予这信众。上届主要原因是庙内底香炉伤过细，伫新民的支持之下，将会伫明仔来举办换炉的考期。因此希望分送这红衣啊，予将来信众除了敬上圣旨以外，买灯来吃平安。定这个11月16日。上午9:16啊，吉日良时啊，要举行这个安乐啊大典的仪式啊呢，啊欢迎呢各界呢啊信徒呢啊参悟，甲来参拜啊呢，啊那本宫呢啊，然后准备这个平安仪，要予大家信徒食平安。早期的炉呢吼，啊甲即阵吼，啊然后有感觉甲世界啦吼，啊所以呢。啊，本宫呢，啊，最近呢，这几年来呢，会使讲香啊，这个香火啊，旺盛啦吼，啊，得变做讲吼，啊，感觉有较世界，所以啊，本宫呢，管理委员会啊，全体委员啊，甲这个炉主吼、修士等吼，啊，来有这个来协议啊呢，啊，决议呢，啊，结果呢，啊，就是讲啊，无来准，搁准备一届较大届吼，啊，来符合啦，本宫啊，即阵啊，信徒的需求安尼啦吼。啊，即、這个啊，当然呢，啊，要安乐即个代志呢，啊，是会使讲敬庙啊，一个圣事啦吼。当然，一定爱请示咱本宫诶，即个阿伯啊啦吼。啊，结果呢，阿伯啊呢，啊，请示了后吼，非常的同意，加即个欢喜啦吼。啊！伫遮呢啊，若要来感谢吼、哦，咱即个楼主吼、哦、啊，即、这个杨龙峰先生呢啊，以及即、这个啊修士啦吼、哦，对本宫的牺牲贡献吼、哦、啊，出钱出力安尼啦吼。庙方人员指出，伫这岁末年终内底帮这新民来换新炉过新年，祈求予信众会当来平安顺遂，关信众明仔会当来庙内底观看换炉考仪，也个吃平安。最新闻由宏源去报道。